旧年飞车甜蜜会感荣。系咁上踩，旧年爷妈妈踩单车去男友锦荣台北嘅屋企附近做咩呢？突然停低，哦，会男友冇拖手揽揽，都睇得出你哋密运啦。喺巷仔吱吱喳喳斟咗一轮，发现记者就由锦荣屋企连踩四公里翻屋企。晴空怎么没有跟你一起回来？问咩都当听唔到，嗱嗱临翻上楼，第二日就披住豹纹围巾准备出 trip 做嘢，咁呢晚即系离别前嘅甜蜜聚会啦。